失踪的蓝姓车床工厂小开证实遇害，警方正在说明最新案情。来看现场，还有被害者的这些资料证件，我们一一的把它取出来。那么嫌犯呢？初步承认自己涉案，但是从整个作案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排除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共犯。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会再跟检察官就相关的稽证呢，来做后续的相关侦查作为。以上报告。他的原因是什么？同居大楼怎么杀他的？目前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有关他的动机。那么这个李嫌犯跟被害者是同居的男女友朋友关系，那么他们同居已经有五六年，在这个当中呢，这个被害者呢，他有开工厂，那么开工厂的时候，黄姓嫌犯呢有投资他的相当的资金，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工厂可能有赚钱，但是黄姓嫌犯一直没有分配到股利，所以引发了这个财杀，而且据这个嫌犯供述，他平常在生活平常期间呢，这个嫌犯呢，对他呢好像不大友善，但是呢，这个都是一面之词，我们一直觉得说他这个手段是非常残暴及恶劣，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还会再继续的来厘清是不是因为这个财杀而来引起的。所以有共犯吗？目前我们还没有侦查到其他的共犯，但是我们会持续的来侦查。第一现场在哪里？第一个现场就是在这个他所买的这个公寓，就是我们庄正路某一个大楼。所以他的那十一个袋子就是他的遗体吗？他的十一个袋子就是那个男子的遗体吗？他十一个袋子里面，他为了掩人耳目，然后来来回回总共有五次，把这个同样的这一些塑胶袋，有的是装一些破碎的衣服，然后包裹的尸块，然后再运送出来，前前后后总共来回五次，但是这五次里面呢，并不包括每一次都有尸块在里面，它尸块分解的方式呢，是两个大腿分开，然后头分开，然后两个手也分开，总共分成五个等份，身体，然后身体是一个部分，总共六块吗？六块，这个算是六块，切很多整齐吗？根据我们这一个现场这个刀子来看，据他供述，是他先用安眠药把他迷昏了以后，然后再趁他熟睡以后呢，用这个菜刀呢直接砍他的脖子。那么第一刀下去呢，几乎这个脖子就快断了。第二刀的话下去头就掉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也有相关的稽证呢，来做跟他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讯问的调查的一个重点。所以在整个这个第一现场呢，我们会有相关的这一些这证物呢来跟他做一个比对。有讲到说过他的心房，就是讲了什么话让他一度崩溃？不是所谓的崩溃，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在一起的话，除了说我刚提到了这个财务的以外呢，事实上在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他的所谓的对这个被害者的付出，但是他没有收到相当的回报，所以在一时的气氛引起这一个杀机。他事后表示后悔吗？他事后事实上不觉得很后悔。他情绪怎么样？情绪目前看起来是相当平静。他承认的时间点是什么？因为他第一时间一直都跟你们讲没有嘛，那是今天早上在什么样的关键的问题上他承认了？这个关键点的部分事实上我们还是有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张证物提示出来，让他来做一个不得不承认。什么样的张证物？这一部分的话，在这边呢，我们可能因为现在还在侦查，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毕竟他们相处六七年，还是有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感情在，所以他今天才承认犯了这个案子，然后带我们警方呢去取获这个相关的作案凶刀，还有证件，还有被害者的尸体。
我去查。他有掉过眼泪吗？他有流过眼泪吗？他有哭或者是？我先回答这个案子，事实上，他把这一个安眠药是利用他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的处方签的安眠药，把它留存下来。是黄炳自己的处方签吗？对，然后这个刀子也是事先就买好了，然后去租了一部车。租了一部车，把这些尸块载到我刚提到的红丝路二段那个地点，然后换了以后，淋汽油把它烧了以后，他自己回到我们辖区某一个汽车旅馆去休息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的当中呢，他把这个作案的凶刀就藏在汽车旅馆的镜子的后下方。好，这一部分呢也是他带我们去把它取出来。我们第一时间不能跟各位报告说是不是有这一个相关的凶案现场，但是从监视器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它里面外观我们看不到，但是它透过这个碎布的包裹让我们认为说这个是一般单纯的那个碎布包裹而已。那么它也带我们去看这一些那个塑胶袋，那里面确实也装了一些衣服，旧的衣服，所以他这个是有计划性的犯案。还没有杀他之前，他事先在他的床垫铺了一个塑胶布，防止这个血液在留在现场。所以你看，所以你们讲到说，昨天下午第一时间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个相关反应？不是我们做不出来，是他事先预谋犯案的心思是非常的细密，那么我们没有直接的相关证据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来做一个相关的说明。这边呢要跟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呢做一个清楚的说明。所以他后来有承认手上的刀伤是确实是杀害过程的时候对对对致的吗？对对。他是在他的房间分尸的吗？这个刀伤的部分也是我们一个关键。他分尸点，因为我们从监视器里面可以看得到他贴胶布的这个时间点，不能排列出来的这些时间点呢是不大吻合的，所以这一部分呢也是我们一个切入点，就是他贴胶布的时间，就是案发前跟案发后这个时间是很吻合的。所以他人是拖到浴室去分尸，是不是？对。你们后来事后现在已经证实是他杀的，你们血迹在哪些地方有发现血迹斑点？第一时间。昨天现在的话，现在在他们的那个浴室里面有微量，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当作唯一的证据，这个后续的还要再做侦查。房间有吗？目前很微量，但是不能当作证据，这个我们还要在后续的按照那个检察官的指示，后续还要再做，后续的还要再做了。继续小三，那他步步一阵的部分，还是说真的有小三？这个是除了钱之外？感情是一部分，这一部分涉及私人的私生活，那么我在这边呢不便评论，但是事实上是我没有接到这个信息。他大概已经心生怨恨多久？已经计划多久了这种事？应该是从他开始投资他的工厂就有这一个相关的。什么时候？大概是两年前。两年前他开工厂的时间，然后他说他有投资嘛？两年前是没拿到分红才开始来吗？还是两年前开始？就是我所谓的，是他计划有这个意念，有这个计划，是从他开工厂开始获利，然后要分股利的时候，他没有分到来开始。那他工厂是从两年一，这是他讲的啦，是从两年前开始开吧。正确的金额数字我这边没有办法提供。那他昨天在整个应讯的过程中，心情的起伏变化，还有转折。心情的起伏变化。一开始是很淡定，对，他是很冷静的。冷静。而且他整个犯案的手法过程呢，真的是我们一直在怀疑是不是有其他的共犯。队长，你们从哪个流程觉得他有共犯？从办案，好，我们目前看到警方对于这整起案件做最新的说明，而是否有共犯呢？现在也都还要再进一步了解。